佛法中告诉我们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佛学三世因果经讲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这就是说，一个人在前世种什么因，今生就得什么果；今生种什么因，来世就得什么果。哦，这是最好个问题哦。一般作者信徒，那都到困难啊。 第一个上解简单的，就会、是、来问师父啊，吼、哦，讲师父啊，我诶运气哪样歹吼，啊，身体也短啊，事业也短啊，婚姻也短啊，今日事业阁不好，拢短啊。其实，按人生下来，就是本来就是有带业入来吼，即、哦、叫人生初业。人落来即个沙宝，按即个说，按即个男怨女啼来遮，毋是毋是伫享受诶，来遮是在修补。 所以，咱即个南岩福地是苦的，吼、哦，伊是一个苦的所在，是咱咧受业力的所在，哈、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咱带来就是一个业，吼、哦，而且呢，咱有因果，吼、哦，你个顶世，吼、哦哦，所有个个遐个业务拢会伫咱即世来行。所以你若伫即世，佫无种福田，无种福报，吼、哦，你当然的啊，即世你干走的，都是完成眷主会来讨。 吼、哦，所以伊个咧感受就是啥，事业袂顺，身体无好去看病，讲无病问题，你就是艰苦家吼。惊你事世，甲你安尼，甲你操烦，吼、哦，翁婿阁对你无好，这拢是有原因诶，有果，吼、哦，有因就有果，你即个果报，就是你前世迄个因所带来，吼、哦，所以带来种种痛苦現，拢显。 都已经咧渐渐实现伫你迄个生活当中，啊，所以呢，按怎嘛，道，都、就是好好啊，好啊来种福田啊，种福报。有因就有果，因此维地法师鼓励众生要多种福田、知福报。十方新闻黄惠儒、邓正普高雄采访报道。